房子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博物馆，这里边有收存着中国古代的艺术品，还有就是斯坦福他儿子小时候收藏的一些东西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斯坦福大学博物馆，这博物馆是免费的，但是要在网上登记，我们是当天来当天预约上的。这匹马呢是木头堆积而成的。这个像就是小丽兰斯坦福。还有这些抽屉里面的样品，内容可多了。让大家看一看清朝的1644年到1911年的一些玉的展品。这个作品都是日本的龙。这个是中国明朝的一个玉的牛。这个是南宋时期的作品。这个盘子是金朝的。这个是隋朝的。这是中国唐朝的。我们参观完博物馆的内部，又来到了外面。红的，斯坦福大学博物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